曲山桥头，风波再起，吉川荣花一探两手，引路人全力抗衡。好，发枪器，杀气枪，引路人施展十八路棍法。好，抗衡对手有力有余，随即用心破魂。这是鼠标吗？哦，鼠标是红的，这个鼠标。你是心眼也撇不过花妖鼻息。不是，杀人本该无声无息，小人无踪。官兵只怕敌路，请告一来。勇敢，好。风剑灵活，剑术未休，一穿灵花，飘面扬风，一心就是灵有修养。好，太棒了，好，好，化为风波，就算风剑东西不要紧的。所有脑洞，真想不通。看来你三开之策并无出现。你会死，我这莫别放弃。你底下何以细节痛苦吗？当你停留在死亡的阶段，方能体会这种煎熬。说什么？我狼如何？这道音乐后门消杀信仰，黄波大雄曲山桥头。虽然我平常没得怕查某人，但今日我不将你动心查某人。哦，提好失明的人，卖讲查某人，你连人拢不配。哈，动下这道，我便还头。哦，够巧，这手艺。宫廷秀艺，都像江东。好，好，老何妙计，中原的人开始接触不跌跌数吗？不见三观，无所观将，别穿兵荒。不会有计，功夫不差，必不输吧？有效的，内底迄高爷真无意思呢，放你一人在此，因为自己的重任不能顺利接受，一次再来，我是不一定是会赴。那也是引路人的妙恩，亲人妙。我先为你疗伤吧。有如就算叫做满地开花，真没习惯。一切如期进行。